我们炒脆。哦，那话说牛肝麻肥羊汤子哈，这三样东西都是阿公最喜欢吃的。哦，加半均匀后腌制10分钟。这个菜复杂了，还要把这个石头晒干。再放入干藕粉儿。 再下入牛肝儿，哦，这个鱼我就会把这个牛肝焖熟。就这个石斑牛肝儿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Thank you。都是切的干净的，直接盖到就可以了。毛肚切成块块，加入啤酒，适量清水，再放入洋葱、香米兰、青菜干根儿，加到了起锅。